武汉肺炎期间呢、啊，所以每一个人呢、啊、都要注意安全，不管走到哪里，我们尽量都戴着口罩啊、尤其是接下来除了那就会遇到很多的亲朋好友，这个都是很好的，大家聚在一起很快乐，但是记得要戴什么口罩，要勤洗手，要不要握手？但是不握手啊、然后记得要戴着口罩、如果你摸过什么东西记得洗洗手，这样维护你的好。那等一下呢，我们就请还有我们的家长会长嘉宾来帮我们支持，就没有了点力不用，那我们就分享咯、那我们首先呢，我还要恭喜一个非常辛苦的老师、就是张庭伟老师。庭伟老师在哪里？庭伟老师呢，他帮我们指导我们的六年级的同学去参加田径比赛，成绩也很不错。那我们的宋理事长呢，也要为他颁发那个教练的指导奖，所以我们掌声欢迎我们张老师向你来。老师一起合照。